都这个时候了，别逞强了。当初不让你娶这个女人，你非不听。妈，哎，我跟景瑟认识那么些年了，我了解她的为人。这件事情不可能是她做的。妈，你放心吧，我说了我能解决，就一定不会牵连到秦氏的。真没想到，恒瑞有一天会因为一条项链倒下。 我怀疑你身上有芥蒂。对不起。快回来。 景瑟，有件事我要告诉你。什么事儿？现如今恒瑞已经不保，我要将你从恒瑞开除。你要开除我？对。而且你跟我已经离了，所以我希望你能从这里搬出去。我帮你收拾行李。 CEO 将与宋氏集团签起联姻，婚期择日发布。看来你已经做出行动了。干嘛呀？ 我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怎么了？宋晨可能是你的父亲。